影像不只是为了抓住一闪而过的灵感，也不一定是光鲜的画面。在我的眼里，真正美的东西是滤镜之外的烟火和人情，那些不同的脸孔是一个又一个生活的故事。时尚的风潮一直很多变，但照片背后的那些故事总会被记住。你会看见怎样的故事？